好，大家好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我们这班比较整齐哦，还是后面椅子有收起来？没有，没有哈。那我们这班其实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。咱楼下一班吼，带装卡的较济，装卡亲戚食饱就起行，减买三十个。加班110个便当，哦啊，或者刚才去上课大概少30个，所以咱迄楼卡一般带装卡的较济，嗯，啊，咱这班无。好，恭喜大家，哦，那我们今天来参加堂主班，后学沾到天恩师德，哦，前人前人大德，那奉命来跟大家分享积极投入公堂，开创三多，哦，那积极投入公堂，各位有常回公共活堂吗？有。真的吗？闷着来，有着举手，我，哦，来掌声鼓励者哦。改天公坛够多，你就常常回去了，因为隔壁你就等着等你。三波呢，一个公坛你就等你。啊，哦，好，那公坛的运作核心，各位看到这个就知道，道务、班务、成全这三个。哦，那当然还有一个公坛负责人。哦，道务、班务，他有义治班。还有一个公堂负责人，还有加上成全组组长，哦，那成全里面，哦，这个只要这铁三角很稳，这个公堂就大概没问题。那好，老师慈悲，他老师慈悲跟我们讲，既然遇上三朝普渡的大事，我们都遇上了嘛，对不对？就要勇敢挑起使命，啊，挑起这个使命，为白羊大事尽一点心，尽。不要与白羊大事擦身而过，哦，如果跟白羊大事擦身而过，各位有看过人家结缘的佛号吗？叫做白羊先贤，有听过吗？白羊先贤，啊，这是什么佛号？就是求道较早安尼尔，无功无德，系啊，啊，咱叫做白羊修士，对吧？啊，不要来人间白来一趟，就这样来讲，求道啊，记住宝山空手回，那就太枉费了，哦，来到人间，所以不能跟外面的人一样哦，糊里糊涂的来，无可奈何的活，莫名其妙的走，这是外面的人，但是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是乘愿而来，相约共办这一场，这样懂吗？相约共办这一场啊，不要在天上立的愿来到人间不甘愿哦。哎呦，我哪里这段啦？啊，这段负责人奈安尼啦，哎呀，约好的，不要来到人间不甘愿，这样懂吗？约好的，互相磨练的，互相成佛的，这样懂吗？要过关，哎呀，过关才走得下去，这样而已啊。所以结婚也没什么好厉害呢，结婚只是谁跟另外一个人相处而已，哎呀，啊，走不下去就这样分开，对，啊，他就像一朵团，对不对？里面的想冲出去。啊，外面的想冲进来，就这样而已。所以结婚好修行，啊，不结婚好办道，你看，啊，对吧？嗯，对吧？看到亲爱的，都好啦，想太多了。哦，相约共办这一场，了愿而归，成就非凡。那前人最近也提过，只要每个人在道场德功两立，哦，你修内德，建外功，遵崇德律法。大概崇德立法不会干系到各位吧，护崇德体制，那必有非凡的功德。前人功绩故为往后埋下很多未知，因为以后不一定有结缘，但是你不用去肯定，你不用去否定，每个人都成就非凡。所以前人纠正哦，说不能说我们重修堂有90个大仙，没算，重修堂不止90个大仙呐，啊。如果重修堂只有90个大仙，那办道70几年，阿弥陀就少看老师的天命啊！是有来90几个大仙结缘这样，那大仙不止这样而已，但是因为点传现在只有点传师能结缘了，啊，人家有的没有当点传师，修的比点传师还好，办的比点传师还大多，奉献的都比点传师还多，对呀，啊，哦，对对，你看那个曾同基老先生，那一辈子也没来上过研究班啊。人家还是当天仙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老师讲，等于讲，你要做啥？伊讲我要应先生，
我要做小老仙，你讲无啦，那他去，对啊，但是他没有来过道场哦，改天那个信徒拿来，我就跟那个人听说这样，对啊，他还劝那个开元殿哦，伊讲金银有律法哦，啊，未使失恋三财哦，叫伊较乖的哦，跟开元殿讲，你看，从来没来道场的人，结果一回去什么都知道，对不对？伊讲好啊，不然跟公家姐，我下坛，伊讲我那开沙看一下，老师叫我去巡班呢，哦。比你人间较无用啊！他还讲哦，他的谁谁现在在读什么班哦？所以各位，那些五种班的辍学生哦，你无拉吹等下伊后边伊会骂你，我讲某某人你也袂拉讲啊！我新民班读的无读，你我讲我即马等下从自办班开始读，系啊！咱若有去拉讲哦，三朝对岸有啊！我爱讲你家己袂等下啊，较认真嘞，哦所以真的成就非凡哈，好。所以对于可以尽一份心的事，千万不要成为怎样，只在事后分享荣耀的人，知道吗？哦，最起码里面有我们的一份哦。那所以可以自己发一份光，千万不要只做个沾光的人。哦，老师这么说，老千人怎么说？老千以前跟讲师怎么说？到哪里都可以看到你。来来来，我问你，哪一个人是你度的？哪一间佛堂是你开的？啊，说你很诚心，家里也不拜老母，哇，这人家老前人跟我做干单呢，但是就是这样哦。所以或许就学到这个经典了。或许刚才去签的两个人要读讲师培训班，对不对？或许签那个渡人数有没有？那渡人数有一个渡人23人，或许问他想，这23个现在几个在道场？一看就过哎，努力中。表示无半个，表示无半个，你就对吗？对吧？哎呀，我跟他讲，好，要当讲师的就油腔滑调了，哎呀，没有就没有啊，努力中，没有，等于是真的在努力中把他们找回来，好，可以，哎呀，你看，但是这23个在我们生命经历中，就让他历练成为讲师，对不对？对呀，或许跟各位讲，或许。我们读台中高工的时候，我们那一届毕业生，我们班一年班百外个，那一届毕业生48个回来送旧，知道吗？还有相片哦，拿相片给你们看就知道了。相片，48个送旧，现在几个在道场？三个，张在兴、吴顺生、李传相，哎。哦啊、所以院长板台中高工开荒那一届办100多个，留下3个值得吗？值得，哎呀，所以这样就对了，安尼就对了，是吧？哎呀，3个拢区长，俺八个区长，俺占3个，对吧？3个区长，你看，对啊，所以值得。你看，就是因缘因缘。我过来讲一个较趣味的代志，李阳青唔知有迄时阵到来对无？我或许回来带火石团的时候，火石团爆满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前火一个，树德火石团，坤火这样而已。坤火那个树德火石团爆满，有新人要进来，没有床位。张讲师就跟我讲，谁比较不乖，把他请出去，让新人进来。这样，我派人叫我去走了哈。哦，啊是你老大，你去讲，安尼哈。啊，还有一个哈，有一个人家在读书，他在请坛呢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他会背请坛经哦，哎呀，他会背请坛经。我讲啊，你哪要背这個？我那讲是点乱书，文化组的，带卓然，你捌无？哎呀，叫卓子欣，反正伊即马等于文化组你难办啦。我讲名，真正有名，卓子欣。哦，啊，另外一个调皮捣蛋的，这魔光黑人正和，这两个就被请出去了，知道吗？啊，或者跟你讲哦，这两个出去那一届那么多人，只有谁回来？被请出去那个回来。就被请出去那个，现在留在道场，所以今晚都嘛来万谈。你看啊，你的目睭搞到喇叭，你看，你甲张讲，你甲张讲师来，我赶出去啦。你看，今晚我你改讲我回来啦，我讲得很得意这样。我这样讲不是，是张讲师请你出去，啊，你出去外面住，我才有时间再去看你，所以所有的爱都在你身上，所以你才会回来。所以不能两个一起当黑人啊，一个当白人，一个当黑人，你懂吗？你看，真的就那个回来，那卖公名。听看知就知，唔知拢唔知，嗯，啊，真的这样哈，所以努力就是这样，不要
不要只做沾光的人，要让自己能够发光发热，这样好吗？好，那不休息菩萨持训，这开始你们课文都有了，就照课文讲的，不敢再发挥。一个道场能弘展，一定要有一群能够冲锋陷阵的兵将，就这样而已。所以其实我们政和大屯山区有55个公堂，那公堂成绩要进步，有一顶人3到5个就很厉害了，对吧？哎呀，在这边是公堂负责人的举手，来，没有举手，给公堂负责人掌声一下。哦，或者说一句话，公堂负责人不是人当的，对吧？现在3月啊，5号啊，对吧？人一直来检讨1月、2月那挂零，求道人数那挂零，对吧？再来法会嘛挂零，要被破蛋呢，安尼压力有多大哟？哦，过来3月19号搞啊，对不？啊，新民班规个，你看，我压力就大，对不？哎呀，啊，过来，因为所有宗教有一个共同的问题，叫做二代，对不？哎，啊，你的青少年班规个，对不？哦，共产负责人压力就大，对不？哎呀，青少年班规个，你看，啊，过来，因为要传承永续，要有人才出现，啊，你讲师培训班报规个，压力很大哦。真的压力很大。过来，目一个你3月底就过了一季哦，现在过1/6哦。到3月31号、4月1号，虽然是愚人节，但是区长就会跟你检讨哦。这个月过了1/4了哦，这一年过了1/4，你大物量完成多少？你看，啊，工堂负责人压力多大？所以要到啥岗好不好？所以要加入堂主啊，加入运作啊，啊，做他的兵将啊，真的这样来讲。有兵无将，一盘散沙啦，有将无兵嘛，毫无作为啦，这样懂吗？所以一起合作，所以一个道场能够长长久久，因为大家有感恩的心，哦，一定要长久，大家一定要互相感恩，知道吗？而且要报答天恩的愿，哦，就这样有心有愿，再来是这样，有今生今世要修成的大愿力，这个最重要，这个在我们坛主身上很少人有。就是成一次修一次成的愿力都没有，啊，我都有在做就好啊，我做单主答辩，初十五有回来办桌，有回来就好啊。他没有说我可以做更多，这样懂吗？那就可以改变一下，哦，有这个修成的大愿力，我一定要当大仙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头先我行起来，招待主讲，电传师你也无穿鞋啊，我要做大仙，鞋啊脱掉了做赤脚仙啊，赤脚大仙。哎呀，变大仙，变大仙了吼，这样来讲，所以当然有这样有心有愿有愿力大愿力以后，还重得了良好制度，完善的建设就不会辜负前人哦。那所以全体坛主副坛主要深化修办功夫，各位知道吗？我们有深坛主副坛主修办功夫哦，有这个训文哦，哦，深化修。办修改毛病去脾气啊，道在身上生根啊，办就是3多4好嘛，3多办修就4好。跟你讲一讲，就如果没有深化，就好像一个人拿着一颗西瓜，那一条摸几条修苗啊，行在沙漠，就跟遇到人跟讲西瓜很好吃，西瓜很甜，西瓜可以解渴，哎对吧？对吧？哎对吧？那现在嘴里是不是人讲道真好，道行超生了死。都已经创上，对不？哎呀，赶快，跟伊讲的赶快嘛。伊讲西瓜，咱讲豆娘嘛。结果人阿问讲，啊，西瓜偌好食？用我知，西瓜了还袂破开，对不？啊，咱阿难讲诶，啊，但是豆浆是偌好，我知，因为道在我们身上还没有生根，这样懂吗？心性功夫没有进去，这样懂吗？心性功夫没有用功夫，所以就没办法跟人家分享。哦，这很重要哦。修深化修办的功夫在修里面，因为。自己有体悟才有心得分享，哦，这个是重点中的重点。你别说，其实我那不要讲，因为你都无认真，无认真，家己像咱头先10分钟的禅修对吧？哎，来家叫禅修，你等于讲禅修，伊讲无啊，等于是我那你禅修2分钟就困啊。哎呀，最起码你有告诉自己我要禅修，知道吗？真的、啊，喝水常常这样，哎，你开车哦，我要用三宝心法。跟电视里那种三宝心法，3分钟就打呼啊！但是，我交代一句，道德叫我，
你要就这样。但是有没有？有啊，我真的有时候，我真的有练五字真言呐、啊。但是我念几句，我唔知，我真正困。哦，啊，真很安详啊，人家叫深化。或者跟你讲提醒的，个人功夫不一样，入手功夫不一样。有的人是抄经，有人是诵经，知道吗？哎呀、啊，啊，有人是静坐，啊，静坐不用超过十五分钟，不要那边顾会昏沉。啊，打钢珠，每天做就有功夫。有的人是礼拜，知道吗？我每天早晚五百个手嘛，这样来讲也是功夫。哦，你就个人去深化，哦，这样来讲，哦，啊，办没问题，因为办从得道场办没问题，大家都很冲，讲对比丢脸了，讲对比丢啊，修真的要加功夫。但我们常常都说修是个人的事，就这样而已啊，哦，就这样啊，个人的事。但是如果有一些同修，嗯，没办法。哦，这些同修一起互相激励也不错，所以积极加入各坛，和谐共办，和谐共办就是修的功夫，对吗？啊，开创三多就是修的功夫，开创三多就是办的功夫，啊，真修真办才不会辜负前人的期待，哦，前人的期待。好，那老师也说要经营三多，老师的三多，第一多求大道者多，因为闻道知道。闻道以后就知道道的殊胜，哦，这样才求大道者多，哦，再来，闻入佛门，尊道而学道者，哦，尊道学道乐道者，能够学道而快乐者，要开法会，开法会才会欢喜充满，求道欢喜入道的后，以欢喜求道安尼的后啊，哦，你要掌握这个重点，欢喜入道，法会发心修行，哎，他乐道他发心修行，我愿意。继续跟随，哦啊，发心修行要怎么学修讲办？闻言信理入班程，就这样而已。进心明班，哦，那崇德五种班的教育课程是特色，每个人进班才是人才，啊，不一定每个当讲师。我跟各位报告就这样啊，哦，但是要去关心。今年崇德班，我们今年崇德班闭班100多个呢，这样懂吗？但是我们今年办。报讲师学信班的不到30个，哦，咱是报45个啦，但是15个是较早的库存，成果提出来，老油条了，对啦，还闭班做几年又，哎呀，那70个、70-80个崇德班闭班，不要让他失业，各位团知道吗？哎呀，或许道主想提倡这样的，我拢在想这呢，那80个呐来分做5组。一组16个、15个，伊都负责办道路啊，咱办道路免烦恼。迄拢从德班、B 班啊，家己去从招待、开示、三宝、陪谈、献供，哦，遐去轮流负责路啊，对无？哎，安尼咱就讲，迄办道路免了，调无人，哦，顶年间廖英前负责办道，哦，你走去对买水果啊，我常水果买拜你只健康提伊啊，叫要办道无水果，买水果啊，哎呀。那一个公坛负责人，我要找他，结果他跑去买水果，不买又不行，等一下要办到，哎呀，啊，明明昨天有买啊，那早上去就不见了，哎呀，啊，发在群组那也来不及了，这样知道吗？哎，看到也来不及了，就这样。所以那些崇德班如果去做那些事，哦，啊，每次都回来不做那些事，去厨房做事，安尼好不好？那嘛去做总务组好不好？好啊，哎呀，总务组做了快乐公，我嘛来练讲，我嘛来参加讲师培训。啊，不是光靠做料了，一做料累积资粮位够了，他就会向上提升，这样懂吗？无伊无迄个福报啊，一上课就艰苦啊，伊那边可以上讲师班，对不对？所以后学遇到很多人哦，但是哇，五种班、B 班啊，你免过来催我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嘛去引导啊，啊，但是你过来，歹势，我都对不起你呢。你五种班、B 班，但是你一项代志无做，啥？无请假啊？我请教你都不会别来催我，嘿嘿，对，请教了我搁找伊无？搁找伊啊？伊不送啥？社火堂对不？哎呀，啊，社火堂那个搁找伊无？因囝孙啊无出呀对不？哎呀，对啊，亲戚搁50、60、70、70、80呢，嗯，没完没了，就这样来讲，所以这个一定要三多求道法会班程哦，这个。跟各位报告，好，再来崇德道务发展有很好的体制架构，这样懂吗？崇德我们有菩萨在天永续领导，
菩萨在天永续领导，所以菩萨看我们有正确的方针。再来崇德负责群，25个负责群会制定 正确的策略。那道场有策略需要整合，坛要去执行，这样好了。所以现在板凳做简单呢，各位坛主你听好，你的坛呐对着道场的脚步，你就红掌了，跟对比丢呢，对不？跟对比丢呢，你对着脚步就红掌了。咱讲的基本功做简单的呢，每个月办道一次，对不？啊，打礼智坛50个，50个35%进法会就是18个，新民办就7个。各位公坛，你每个公坛都有七个新民班，安尼就做呀，做这呀，你知道不？每个公坛都有7个新民班，什么概念？你知道吗？中兴道场325坛，这样新民班几个？25卖省了，那300坛就2100啊了。哎呀，安尼就真正大幅膨胀。那新民班就2100啊，哦，就这样来讲，哎呀，各位去算算看就知道，哦。真的就跟上脚步就可以了，所以这体制完备，整个崇德道场有最高统一单位叫25个负责群，来到道场有代表群，所以我们张老典是问各位，我们中心道场有几个代表群？7个，我里阿比比半波才几个看到啊，我手上计是7个啦。我们书院站，我们大屯山区站几个？哎呀，不简单呢，哎，我们站2个了。哦，但是这2个早上都出差，嗯，因为是代表群，所以要去关心别人。到现在一个又出去了，讲完课又出去了，一个在回来的路上，就这样来讲。所以他在主强哦，完善的体制。再来区有召集小组，哦，区有召集小组，那区有召集小组，再来区有中义治班，哦，义治班照顾公坛，3个公坛一个中治班当桥梁，哦，这都是人才培长。它的制度架构完善，中义治班以及始祖运作以外，最关键的就是各坛。这讲义里面讲2位义治班呐，啊，那台中跟中兴道场是有3个义治班，听懂吗？哦，这是全省的讲义，全世界崇德的讲义，它是2个义治班，哦，一个大务，一个班务。那当然，它这2个义治班里面，大务义治班要兼公坛负责人，就这样而已。那我们有3个，我们准许有3个，一个当公坛负责人。我们在提拔人才，一个当大务义治班，一个当班务义治班，哦，因此义治班的规划带动执行检核，那是否认真投入，是否用心经营，决定佛堂大务以及人才培育的成败了，哦，所以各坛坛主、副坛主、道亲必须积极投入，和谐共办，立愿了愿，那全力以赴，开创三多，这要做什么？传续佛堂慧命，因为没有三多，没办法未来，没有未来，哦，没有四好，没办法传承，哦，没有四好，没办法传承，所以才能够永续经营，哦，好，那如何积极投入公堂开创三多？就是定道务班路的年度目标，哦，因为目标管理，我们老典师都讲，有目标你都做不好的，没有目标你会做得好吗？对不对？目标你啊，你都做不好啊，无目标你也做不好。所以道务方面，义治班带动目标。第一个，你看今年崇德道务，这是崇德道务中心编出来的手册。今年第一个目标，你能跟着上你道务红展啊？每个佛堂开一班新民班，对吧？所以真的要是这样啊，如果没办法开，在中治班底下团结共生。我教各位，真的你做得到你道务红展哦。哦，我边边来讲。我们西土拢金庙起神，我你讲的拢无你听。哦，真诶啊！我你讲真诶无你听，讲到有阵时做板头讲诶，但是为了自己的要立愿了愿，继续讲。好，每个佛堂开一个钟，每个佛堂开一班新民班。那为什么要开新民班？这样佛堂的 CP 值才会高啊！一个佛堂你如果租16000，哦，好难讲啊，房租水电16000，安尼好不好？房租水电啊，16000啊，可能你租13000啊，都房租水电16000，还是安尼好16000。你一个佛堂一个月用几次？10次啦，就初一、15开会办到10次。我讲阿边16000免，提来我来做经纪人，我安排。你佛堂阿边租啊，办到来书院办，看你要买3箱捧个，我嘛来你买。
因为四次呢，一次用四千块呢。啊，你若要开坛主会，我请您来吃火旋转火锅开坛主会，一个人四百块。对啊，意思说 CP 值太少了啦，这样懂吗？你看一万六开四次会，如果你加开个新民班，你可以用几次？八次。你看呢、啊？啊，坛主讲师才有了愿的机会啦，才有让每个人都回来啦。你开，你办道也不一定每个人都回来。一次办道，道场讲基本功，一次办道最少安排十七个人呢。那弄不对吧？那弄凑足就好。那标准版是这样写的哦：前道点传师请谈，前道陪谈，坤道献供。那你几个？十二个。对啊，十二个啊，搁加上下处理十二个，啊，搁来文书挂号，搁来招待开示三宝十七个。如果你的公坛办到一次十七个人回来能够了愿，这样才是对的。哦，这样来讲，啊，所以这不能随便乱排，这不能随便乱排。哦，这不能随便乱排。当然很多授权呐，哈，负责人讲啊，这边五千六，你来。总操持啊，五千六百，唔对，五千六要去找公坛负责人到一直班班里面参详，啊参详顾虑才怎样讲？公坛负责人在人才培长里面，哎、欸，我上次请某甲当下职理，这一次有跟他讲，这个月换他当上职理，听懂吗？啊，上次有谁去观摩讲开示，这一次他来讲开示，这样知道？啊，如果都找五千六排，伊就找好用家的啦，对不？啊，找安心的啦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较找嘛，迄几个乖乖跑，哎呀，就这样嘞。啊，你公坛负责人不一样，所以公坛负责人不是人做的，我一直讲说公坛不是是未来佛在做的。你这样很细腻去安排啊，今天排一个准讲师在打毛巾，你就要找一个新民班或是刚求道的人来打毛巾，学习打毛巾。你要教他，没有人进来的时候也可以跟他聊天。如果有银保体系更好。啊，为什么很多新道亲不敢在那边打毛巾？嘿嘿，笑问客从何处来？我都唔知道这边什么人啊！你叫打毛巾，我来呗。啊，如果有人在旁边，哎、欸，这吴经理，我一路讲，陈老师好，请进手。安尼不进后，啊，这张讲师，张讲师好，请进手。啊，咱做讲师诶，做前线，那咱进手来啊，人耳朵知无？哎呀，那人学了爱人赞美，哎呀，啊莫顾讲话，啊全一手去人提毛巾，爱考倒人，你看你这电视这么尊重我，对吧？人家跟你敬手，你要诚心诚意回应，我要跟人家赞美，这样就成全道心道亲，这样懂吗？而且要跟他办完道了，还要跟他学了，最起码今天他学到一个功夫，他以后就敢回来。为什么敢回来？我回来不是被招待，不是一个没路用的人，我想就也要净手打毛巾、啊、一边回来有几项，一边就变人才了。所以这个人才培长在谈里面、哦、老师今天也就讲谈这个讲人才软实力、哦、都讲人才的培长、哦、这个给大家看。那十二个班员要几个开法会？三十个，三十个班员开法会，四成进班，所以有十二个班员，对不对？那八十，那如果求道人连三十五个进法会，三十五%要八十六个，那一坛要这样多不简单嘛？两坛嘛，你去找隔壁坛，知道吗？你相关坛嘛，啊，对不对？你找相关坛，正宣找正旭吧，相关坛啊，咱来合作。今年你正旭开新民班，明年你正宣开新民班，啊，正旭的升为至善班，至善班十二人开啊呢，这经营主。咱正好有一个叫曾周龙啊，对吧？那班务组啊，王爷呢，开班二十五个，诸位知道吗？要开班二十五个这样报班，咱经营工十二个，你看就是要让各工坛去报班啊，各工坛开班才有生机，知道吗？那当然，三组会议崇德负责请一样有方法，哦，到三月十九会跟各位讲，那报班到六月，你真的没有多少人，你就并班。要去勇气去开班啦，哦，拼看卖，要勇气去拼，知无？要承担吼、哦，好，所以明年在你这边，后年在我这边，这样开来开去，不是很好吗？哦，那台中道场更厉害。
台中道场不止这样开，他老坛老德智班开在老坛，新民至善开在新坛，哦，让大家都动起来，哦，真的是这样，哦，所以不是不会办道，是我们不会，我们跟不上道场的脚步而已，哦，那升班率这没问题，升班率这是这样定的功能，新民班，哦，80%升至善班80%，至善班升德智班85%，德智班95%的升班率。那强化一周一日行，哦，每周道务一支班，道务这个道务6+1里面每周一日行，一周一日行，这个不含去南海经营哦，所以一周一日行就是家访，面对面的成全，哦，面对面的成全。那公坛打理智坛呢，哈，那50个求道以上，如果后学算一下，如果50个求道35%，开法会就是18位。那新民班就是7位，这样懂吗？哦，这个跟各位报告，真的是如果能够这样大悟宏展的，哦，那设一间家坛，设一间家坛，等一下闭班老师说，等一下徒儿一人一颗苹果，对吧？啊，后家够一句的，恁知无？恁有听对无？一人一颗苹果，一间佛堂，免烦恼，免惊，恁到时莫捧个唔敢提呢，爱提。爱提以后才表示咱家以后才有佛堂，知无？啊，所以爱经大粒的提，才有大佛堂。这一辈子开个佛堂没有那么困难呐，啊，这样懂吗？这一辈子啊，我们看各位看下去，我们还有50-60年可以活，啊，那么困难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所以亲口坛主副坛主加一，这什么概念你知道吗？各位浅浅，这我们中兴道场今年坛主班的目标5300。5300而已，整个中兴道场呢，今天2600多人，今天开班，哦，我们李典是总操使说2600多人，好，那好5300，如果我们每个公坛每年加2个人就好了，真正加入这个坛运作，一个坛主一个副坛主，哦，一个有情靠，一个无情靠，两个单主就对了。中兴道场325坛。一年每坛加2个人，一年加几个坛主副坛主？650。啊，这是什么概念？10年后增加6500个坛主，多今麦一倍，对吧？所以基本功做好就好啦，没要求你大什么，说开枝散叶多快啊，就这样慢慢累积就好了。哦，就是基本功。所以各位公坛负责人，各位一直帮你要听好，去抓这个。哦，就抓住这个重点就好。好，再来班务方面，来看你们困难，红字念一次，来，拼五高，创五多，行五好。班务真的有改进啦，哦，拼五高，较早叫拼三高，我看到这個我都唬你，我三高不用拼，我身上就有了。年过40，万般皆下垂，唯有血压高啊！不要说三高五高哦，那这真的是慢慢搞，就变成。拼五高，创五多，行五好。你看，高进班率，高升班率，高出席率，高参与率，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。高参与率，哦，参与率就是班员度人，哦，就是我们在班务基本功里面，一个班员鼓励一年度2个人带一个人进法会，哦，这是台中道场班务促进道务成功的经验，这是我们中兴道场要学的。而且这是我们政和书院最欠缺的，因为我们都是老人，我们都太老了，所以我们的吴总班班员就比较弱。这样，我们都出老人啊，我们都会要啊，然后我们要去开发吴总班班员，啊，比较弱的结果，你看要各坛报讲师培训班，结果读完5年研究班都没5个人，所以没有资格报，那很悲哀吧。那认真讲，还是做毕业，读班5年，多不过的人，对呀。但是这个不是他们的事，是我们的错，这样懂吗？不是班员的事啊，是我们的错啊。我们没有帮助他，无敢，伊的爸爸妈妈、亲戚、50阿哥阿妈，迄来求道，迄嘛算伊的啊。伊无挂银保师呢，嘛算伊的，对吧？只要注明关系，对啊，只他成全的都是啊。我们没有帮他起家。我们没有把一个班员当一个蓝海来经营，这是我们的错，这样懂吗？所以这个要努力的方向，高参与率，哦，再来
高臂弯力，这是没问题的。好，再来五多，你看求道人员多，法会人员多，新民班人多，吃素多，社家坛多。如果我们各公坛，你这掌握这五多，你道务也会宏展。哦，当然你如果要更宏展，再加第六个，开创人员多，那、啊、你就忙不完了。哦，每个到哪里都给你开创一个据点，我、哦、那些公坛负责人都糟糕，那地工地招不了，只要应了前人一句话，越帮越忙，知道吗？哎呀，再来行无好，这每个人要内化在心里的。好礼节，好脾气，好态度，好欢喜，好感恩，哦，就是内化在心里的。好，那所以这五高里面为目标了哈、哦。来，再来积极开创三多的要领，来拿出这一张，有没有拿到？哎，道务基本功里面加一，每周我教你们怎么背，这要抽背的嘞，每周。对，每礼拜开始，每周加一就是成全主，一周一日行，安尼背起袂？每周加一，再来每月有三个加一，哦，每月有三个加一嘛，哪个加一最重要？开会嘛，啊，开会做什么？决定下个月的办道日，哦，所以谈会加一，办道加一，哦，啊，再来每班法会加一，哦，不是平行法会，不是班务法会的时候。像七月份以后的法会，每班加一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什么叫每班加一？什么概念？咱后边七月、八月都要累积未来的能量的时阵，那开法会，一个公堂一个就好了。咱想就正合五十五段、五十五个班员，对吧？啊，这边班务，这边班务基本功个每班加一，你知道我们正合开几个班吗？新民到崇德到店长27个班。55+27，咱有82个班员，对吧？每班加一叫各堂加一，咱有82个啊。打个对折，还有44个都符合前人30个才可以开法会的班，啊、哦！所以我们基本功没做好，免讲到吹卡专铺了，基本功做好了啊，哎呀，所以基本功在这边。所以你看到、哦、周加一就是成全，每周一日行，每月有三个加一，开会、办道、法会。再来半年加一，就是半年加一，就是六月份五六月的怎样班务法会，人人提倡1+1，哦，啊，再来整年度的就号召令加一，我们号召令愿力要被完成的呢，号召令大家发愿，啊，现在很多人不甘愿呢，对不？哎呀，不是不甘愿啦，有困难，咱做真很爱劳到三工，哦，所以要完成号召令的实名制安坐，哦，这、就是坛主副坛主加一。那班务基本功，对，班务基本功，各刚才讲过的，一个人一年度两个带一个人开法会，啊，法会的时候每班加一，那有咱正合有27班，安尼就好啊，哦，啊，过来班务法会1+1，德智班100%，德智班加一是100%必班，啊，必班就是必班加一，过来请佛回家，哦，鼓励清口人员请一尊佛回家，设佛位就好，不一定设佛堂，设久了他就会升格为佛堂，这样懂吗？所以没有什么压力，基本功把它做好就好了、哦、所以这个基本功要做，所以每个坛主都要加入十组运作，落实到运作、哦、因为在 三线共构里面，这是菩萨让我们过圣贤桥，达到成圣成贤成菩萨的努力。所以后学问各位前显都有在十组吗？有、哦、恭喜大家，没有不能失业哦。嘿，好，再来坛主副坛主一定要回去开坛主会议、哦、实务运作，各坛开会，集坛主的力量为公坛的力量，集坛主的智慧为公坛的智慧。前人说不会开到会、哦啊、越开越会，这样懂吗？所以经营在是共办道匹薄三行，第一要耐烦，你要办到的你要耐得住烦，要做烦的啦，都每天办这些事情流来流去啦，你心一定要很静，这样啊，准备几百步，不一定求道人还有事没有来，哎呀、啊，啊你也不能生气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你要就耐得住烦，你不能生气，而且还安慰回来的人，这样懂吗？这要不算啥？听讲美国休斯顿的电传师板凳要坐6点钟的飞机，嗯，6点钟前要出门打电话。
今天确定办到啊，恭请德仁师办到，上飞机飞六点钟，落飞机才德仁师求道还没有来，我问你啊，啊让德仁师下次要不要来？这比较困难，哦，这比较困难，所以去屏东大板头那，我听到这讲，这屏东两点半钟，那无来吃吃小零冰才回来嘛，无紧，对吧？讲我来屏东，两点半钟尔那，那休斯顿在美国飞六点钟呢。还跟你讲，等下是求道，你今天没有来，有事没有来，你当等下是买球球，既然来了，哎，鼓励鼓励，所以就比较修行，知道吗？哎呀，真的要带动。啊，下次等下是跟你邀，人家坛主再跟你邀，你要来吗？你说我好像有事哎，没有，没有事，办道就是点团师的天职，不能没有，不能有事啊，哦，这不简单哈。好，初一十五回去献供啊，办道回去。哦，大家一起努力，哦，好，再来，全体加入公坛成全组，每个人都是成全组，啊，加入道务推动的行列，哦，所以各位看，浅浅，你们的公坛组织有这样吗？如果没有，回去给他补一补，这叫基本功啊，哦，郑和现在赢在大屯山区，赢在别人就是这个制度而已，这个制度在崩盘，那都没得啊，那没有什么，都凭个人的努力啊。但是有这个制度，最起码大家齐步走同步行，不会差太多，这样懂吗？好，所以这个每个人都是成全组，哦，好，那再来银宝师所度的人一定要回公坛，哦，重点在银宝师回公坛，哦，所以三线共构就做好天职班成十组，这三线共构不只攸关一个人的成就呢，一个人加入班成他就有天职嘛，我们第一堂课张老讲的啊，啊，再来 有天子以后，他再加入十组，有一个行功了愿的平台，哦，这个平台里面，哦，那是不管攸关一个人的成就，也攸关一个道场的兴衰，一个公坛团队的成与败关键都在这间面，所以班成十组天子可以检验一个公坛的实力，哦，他的未来前途性在哪里？很多人没有进入十组学习。很多人没有进入十组了愿，有的人挂一个名，但是一年来无两遍，安尼，哎呀，来无两遍，哦，这个个人呐，啊，哈，缺一不可，三种并行，哦，就这样来讲。那公坛相关进修班班员要定期回娘家，回到他自己的这个母坛去，所以我们叫做回娘家，哦，才有这样的重点。如果我们开新民班，班员就不用回娘家啦。他一个月就回来四次了，这样懂吗？哦，就没有这个事。所以成全组重点在这边，这边道务义治班目标经营三多，人才培育；班务义治班班务经营，留住人才。哦，那公坛负责人统筹规划，提升执行力。哦，那成全组他三组运作，成全组各位把它看成分区就好了。你当政和书院呢，跨做分区长，你分区长爱做的看过呀？哦，分区就是三组运作，三个分区运作，公坛未来的雏形，它可以每十年壮大三倍的部分，哦，所以它去开创度化，带动成全目标执行。那整个成全组向下扎根，就是广度有缘，成全道亲，度新人，把老人找回来，一边就是度新人，一边就是把老人找回来，哦，再来人人加入十组，引导学起，人人有事全力配合，哦，这样才能够行功了愿，累积资粮位，哦，这样来讲。好，那再来就是德智班里面要鼓励吃素，哦，这样来讲。后学到几分啊？十五分了，哦，过五分钟，哦，好，那每个月办到一次，哦，这没问题。最重要，心态决定一切，哦，若成佛是我们的目标，我们这一辈子就无价，这样懂吗？哎，把目标放在这边，所以格局决定了我们的结局，眼界决定我们的世界。老师说，哦，一个道场的运作，道场的兴衰，每一个数字代表一个人才，不要，所以不用怕数字。哎呀，无数字加起压力啦，有数字都不用怕。所以那个道务文书刚发出来的时候，哈，哎个一个一个去起印哦，未歹啊，那你恭喜，我那个无人好起印的，那板刀啊，对不？板刀起那个用电脑板的很快啦，因为那个要打柱子啊，你没有电脑板，每一个都要打。用电脑版就很快了哈，一个数字代表一个人才，每一个人才代表一份爱，哦，
所以多少背后的关怀，多少的慈悲，才有这个人才。所以人才有多少，爱就有多广，爱有多广，刀就能够显红掌，就这样而已。哦，那没有数字，不要谈，愿力承担，知道吗？哦，讲到安尼，嘴角全破，讲啊，愿力我承担我，问题叫伊今年多十个做袂到，对啊。所以没有数字，不要谈承担，哦，不要谈愿力，没有发展就不要谈传承。你这个公坛没有发展，传承不下去，哦，所以它是一体的，一体的。所以想成功的人多找方法，成功就是比别人多一点努力，哦，这样来讲。那个人目标，哦，那班务目标是班连带两个一个开法会吗？那坛主目标，哦，因为我们是重要人才，度三个人，带两个人开法会，一个上新民班，这个很重要呢，因为我们度人功德最大。你要度一个人功德给爸爸妈妈，让上有老，老一辈安心，身体健康，我们才能够行功立德。度一个人功德给小的，下有小，哦，我们都是夹心饼干嘛，让他平安。度一个给自己，自己很重要，自己是道场的栋梁，自己也是佛堂的栋梁，平安健康才能够了愿快乐，哦，所以一个人度三个人，哦，那带两个人开华，一个上新民班，哦，那要度人要开创，就是要有结缘管道啦，哦，你要叫这个管道，再来就是结缘活动。那常态的这个没问题，初一十五明德班平安斋，啊，那联谊活动也没问题，哦，那要找时间去办。啊，结缘活动这个拉筋班的筋错了，哦，各位修正一下就可以了，在第二十八页倒数第二行，哦，那像这样不要让办道只是办道，创造更多的机会，让更多人愿意回来。我回来打毛巾也有茶喝，对面还有咖啡，那也不错，哦，这样来讲，哦，所以照这样，啊，拉筋班，哦，这样，啊，这个，哦，妈妈教室，但是这里写这样对不对？但是这个不能一起做，哦，点心跟手工皂一起做，你拿给我我会吃错，哦，知道吗？咬下去会口冒泡泡，好，来，这个老师说开创广道就后学有管道去度人啊，对道信心不够怎么度人，如何开创人，老师在天地宫教日本人哦，要能够与外面社区结合，所以各天坛，天坛就是佛堂知道吗，在日本叫知道吗，要广设班程，就就有智慧的办道，哦，这样来讲。好，不休息菩萨说要多办活动，多办多度人，不止这样，真正每个佛堂都要出动，把道亲找回来，这样好不好，要把老的找回来，我们不是没有人没有去找而已，关心他的家人小孩父母，哦，这样来讲。好，那银宝师度人功德最好，各位你知道银宝师的书圣吗，念一次来，普渡先锋回天桥梁，愿大力大仙佛助坚，银宝恩深终身礼敬，功德福报难以思量，善尽职责堪称菩萨。你看银宝师有没有恩深，所有的佛规礼节从参持驾到拜年，哦，终身礼敬银宝师一颗手，你对咱爸爸都不要好咧，常常一颗手，跪你拜一遍。你看尽堪尽，如果善尽菩萨善尽职责，哦，度人度上天，你堪称菩萨，所以真的是这样。所以度一个人他的九贤七祖就有机会修办，哦，所以要去广度有缘。那再来，然后那我们前人说道明朗的好办的不怕山多，但山多以后怕冲到一个程度没有基础，所以要培德，无德没办法再道，所以前人又加上四好，每个人学修讲办四个都好了就不怕山多，这样懂吗？所以它是一体两面的，哦，这样来讲。那再来就是确实公开好坛会，啊，这个都刚才都有讲过了，哦，开好坛会要列出名单，这是重点，落实追踪，哦，这重点哦。好，来，最后不休息菩萨慈悲，希望大家认真投入再投入，人人怎样，你看开心办道，人人法喜怎样充满办道，人人要怎样度人成全，每个人都需要，哦，那天天如此日日如此真正投入实质工作，来弘志念一次，来，不怕被要求，有要求你才可以大成就。所以当人才的条件很多，唯一的条件就是要能够被要求，人家要讲我们要感谢，人家没人说的时候就是没路用，一世人扣架说也没路用，所以要认真。
伏魔大帝讲天爵人爵哪个高，天爵高。那我们坛主天上挂名，人间所办的事，从立坛主院那一天开始，一笔一笔就记在功德簿，知道吗？我们用心天助你，我们虚心假意天也知道，哦，就问自己就好了。所以后来来，因此坛主的尊贵你们可要好好记住，好好遵行，常回佛堂恪守，一叩百叩，你的诚心感应上天是通天的，你们可别小看，不要小看自己，万事不通，磕头求济公，求了济公万事通，哦，这样来讲。好，身为坛主，列女士来，身为坛主，副坛主是何等的殊胜，道场的人才，佛堂的栋梁，点传的桥梁，道亲的典范，众生的服务员，将来又是3600圣48000贤的候选人。所以老前人说3600圣48000贤从哪里选？从坛主去选，那挂号立清口的，听懂吗？副坛主没有，所以张老典是在说希望我的崇德人，前人说希望我的人都持斋，因为持斋才能够成圣成贤，这样懂吗？哦，跟各位报告，万家生活，哦，好，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好不好？好，圣环都如意，谢谢。好，请坐。三，请坐。那我们给我们点一次掌声。那个谢谢我们点一次慈悲哈，那个为我们分析哈，还有分享我们公堂运作的一些要领，以及如何能够创伤多。请问大家，我们之后是要回去哪？回去礼天嘛？那我们回去礼天，人家不是有九品莲台吗？我们是哪一品？那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是哪一品？希望能够这样悠游自在，对不对？哎呀，那悠游自在是我们现在其实就要打拼的哈。那个有没有看过《仙佛结缘开沙游》吗？不是，老师或者是我们白水圣地，不是都会带着我们成道的这些点师或讲师下来结缘？结缘的时间，每个结缘的时间一不一样？哎，不一样嘞。或许发觉哈，那个前面的时间比较长，所以就是刚下来结缘的那时间比较长，就是他的果位比较大的，他的时间比较长。啊，后面哦，可能当那种某某班的辅导员，哦，那个他时间哦，可能大概就只有几分钟而已。哦，所以呢，整个就是时间哦，整个是有限的哦。所以来讲，时间就是金钱，对不对？金钱就是时间，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功德时间就是功德，等于说我们在世当中，我们好好的能够来行功立德，我们天上的功德簿就会越存越多，以后用得到用不到，用得到哈啊！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现在身体健健康康的时候呢，有机会的话，哦，利用晚上的时间，利用例假日的时间，都能够来静心了愿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来，那我们下课休息十分钟，好，谢谢大家。来 A 区本部的摊主，哦，请到前面来。A 区本部的摊主，请到前面来。来集合，哦，请到前面集合，照大合照。另外的摊主哦，啊，请到前面来照大合照。
好，我们西区的哈，在下面 stand by 哈 ，A 区拍完的话，我们西区的，麻烦西区的前线哈，到前面来哈。好，我们希望的麻烦到台前来，好，我们要拍合照了哈，希望的，好，希望前贤，我们动作快哈。志工的孩子们，我们上来，上来了。侧身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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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左手边靠。哎，可是没有了，没有办法靠了，没办法靠了，没办法靠了，没办法靠了。好，那我们口罩拿下来的时候就不要再讲话了哈。阿门。侧身。好，我们比个赞。
好，各位前线请入座。那坛主班一直是我们前人非常重视的班层，那在最后我们要来唱一首感恩前人。